心中泛起的涟漪，能养一副不平的欢喜。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医生说了，你这些都是一些后遗症，是暂时的。我刚刚打电话咨询了，医生说他也不清楚，有可能这个状态是暂时的，也有可能会这样一辈子。我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，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最后可能会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。也许你爸爸妈妈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我并不适合跟你交往。我们是想再说一次分手吗？你在这里既图不值既出去，这些都没放弃，你为什么放弃我呢？我可能会把你忘了。不会，我就是你的记忆力，我就是你的大脑。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你的记忆力，你可能忘记你是谁，忘记我是谁。我叫刘暖暖，我是你最爱的人。我们住在你奶奶的院子里，养了四只猫。
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是在你18岁的时候。那时，你就比我高了。我希望你明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忘记的。就算你真的失去你的记忆力，起码我还记得你啊！我可以再让你爱上我。我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无论是偷、抢、耍赖，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，只要能让你再爱上我，我都会去做。如果你忘记我一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一次。如果你忘记我10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10次。所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放弃我，好吗？江城来的快递收一下，谢谢啊。东西收到了吧，宝贝？收到了。那个天麻呀，这次特别好，是你三表叔特地从山上挖下来的，据说是对脑子好，对鱼炖肉都可以。嗯嗯。你们同意了？你走了以后啊，我跟爸爸商量了很久。我们都没想到把你教成了这么好的孩子，重情重义，不势利不俗气。嗯，那天啊，是你说两句。暖暖，之前吧是爸爸妈妈没能理解你们啊，都怪我们，是我们不好。妈，爸，哎，你呀就放心吧。尽管对小韩好啊，我们俩也会对他好的。嗯，他要是有什么好消息呢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对，要是有什么，不管什么事儿啊，你都得告诉我们。哎，对对，我们马上过去帮你。对，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韩彻的助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敦煌研究院发过来的莫高窟北大象尼勒数据资料。好。展览馆最新场地数据和示意图。好的。还有外部空间图。你一会儿帮我整理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吧。这些都是敦煌研究院发过来的各种资料，佛像资料、飞天资料、人物资料、特殊动物资料以及特殊色彩资料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展览馆发过来的所有数据和图册，那些都是已经签过约的所有实验研究，那一坨都是废图。但是废图别扔了啊，因为那些都是团队过去犯的所有错误，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。那我的工作安排呢？安排好了呀，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药。9点是内部总结阶段，调整最后一批图纸。后天和大后天和甲方2天封闭会议。9点我已经写在这儿了啊。这周五10点展览馆现场看场地。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每天晚上11点准时上床休息。当然，也可以睡觉前来一个小晚安吻。我看这一步可以提现。不要紧。
没事没事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我们是一个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公司。说正事。哎，老大，这是给灯光团队的效果方案，需要你签字。第三页第六页的效果细节还有偏差，需要重新调整。另外，灯光团队的名单怎么没有在上面？那些人员名单下个阶段才会匹配给我们。我们还有时间等吗？马上要过来。另外，能合并的工作立刻马上合并。好。哎，这事实证明啊，天才有没有超越症都是天才，就他那点时灵时不灵的记忆力就能秒杀所有凡人。哎，天才是无法体谅我们凡人的痛苦的，可怜我们。暖暖，你感受到我们韩霸总无处不在的碾压了吗？一些些吧。看来老大的才华真的是全方位的，和记忆力没有必然联系。最可怕的也就是这一点了。你们有时间在这扯闲篇，怎么不把最后的工作收尾？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需要短暂的休息。不，我们是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。你先把奶茶喝完。啊，天哪，这待遇差别那么大呀！每天吃狗粮都要吃到吐了。小龙虾，哎，这学姐给我买的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最爱吃小龙虾了，哎，你站住你！别想吃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，这学姐给我的，哎，你别跑，绝对不给你！别跑，好，别跑！哎，别跑了，你给我站住！高英娜那边怎么说啊？她助理已经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劝劝你。嗯，已经退掉了。她那么看好你，如果跟着她，你肯定可以成为圈内的一线造型师。喝不了这么多了。韩彻现在这个情况，我在他身边我才放心。那以后呢？你总不能一直做他助理吧？这段时间和他一起工作，我也很有启发。做助理还能有启发呢？韩雪，你说我做造型师只能在娱乐圈给明星们做，但韩彻的工作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他每个视觉作品，能让所有人看见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。有想法了？我想开发一个跟造型有关的 APP， 每个人都能下载，每个人都能得到美的指导，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能当自己的明星。听起来好像好复杂啊。是挺难的，但是我不怕，我有信心。爱保持在每个命运时刻，爱你只我们要一起加油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彼此的笑容交错，时光在流转，这一刻都会闪烁。圆梦敦煌是由青年视觉艺术家韩彻亲自操刀完成的最新艺术作品。该作品运用最尖端的技术与艺术，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观赏感受，十分震撼。目前这获奖的是咱家小韩吗？你挡着我了，你之后还将前往北京、伦敦等地进行巡展。更为可喜可贺的是，青年艺术家韩彻及其团队凭借《圆梦敦煌》一举拿下了最新一届的世界视觉艺术大赏金奖。谁挨打的？刘女睡什么觉呀？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家韩彻获奖了。对呀，对呀。什么？妈妈给你寄的补药起作用了，哎，还够不够啊？我再给你寄一去。不是不是，对，你说什么什么？是那个圆梦敦煌吗？是哪一台？告诉你啊，那你看就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古老的敦煌文明带给我们的是世界级的视觉。韩彻。韩彻。
我那个项目得奖了。我知道。你不激动吗？你激动就好了。妈，我们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知道，我们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？就是。哎，赶紧洗洗去吧。哎，还没擦干净。给大家看一个新的吃法，可以啊，暖暖，奥利奥还能这么吃呢？那是我们家暖暖创意一流，辣椒，泡一泡更好吃。来，为奖杯，为假期，为梦想，为敦煌，为敦煌，干杯！干杯！我可以吗？也有你的功劳。哇，我好羡慕啊！有自己的团队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，哪怕吃苦都是甜的，信心满满的。你也会有的，我会帮你。帮我什么呀？你的梦想。这就是我想要做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你的团队。放心吧，技术问题交给我了。跑腿的事儿我包了。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，没有人能比。我们真的干起来了！谢谢列总，这么爽快的就加盟了。哎，我们做设计，每个设计师心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女性，我们就是在想象为她做衣服，为她构建一种理想的美好生活。暖暖，你的 APP 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，让设计变得主动，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设计师。暖暖，你要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设计师或者造型师的范畴，关于美，关于自我的全新塑造。这真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。我很高兴能够加入你们。还有，我给 APP 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美好的你”。我希望每一个女孩使用我们的 APP 的时候，都能找到那个最美好的自己。我的目标就是成为第一个美好的你，让我先美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先美。耶耶耶耶耶，来！你放心吧，娜姐，只要你答应我们 APP 的协议，我们法务这边整理好，然后到时候我让韩雪发过去给你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回头见。谢谢学长。我听说你的新歌又上榜了，是不是？前三名，
老刘乐坏了吧？还行吧，最近一直在忙新歌的宣传，还有在筹备年底的演唱会，是挺累的。个人演唱会？天啊，不行，你一定要给我留票，我一定要去看。给你留最好的位置。两张。两张。这次也是辛苦你了呀。你现在这么忙，公司还请你回来给女团做造型，真是有点大材小用了。哎，不会，我很开心能够回来，真的。可以嘛，咱们暖暖现在变成事业型女强人了呀。老实说，韩彻是不是在家里虐待你，让你出来挣钱呢？他现在可是我的合伙人，也只有我虐他的份儿吧。哎，听说你的 APP 找了高英娜代言，怎么也不找我呀？面对少女的 APP， 我可比她更合适呀。你可是一个超一线流量女明星呢，我请不起，请不起。我们可以谈分成的嘛，你这个笨脑袋难道就不能转一转？行，那到时候我找韩雪找你聊。哎，暖总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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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开始吧。好好好。哎，哟，站挺直哈。大家好。刘总好。这一次咱们的总决选顺利的落下帷幕了啊，大家都辛苦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这儿得感谢啊咱们的造型支持美好的你，大家都知道吧？知道。但是你们知道这款火爆的 APP 创始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啊，创始人啊其实就是你们的学姐，就是站在我身边的刘暖暖。哎，不不，现在咱们应该叫刘总了啊。咱们接下来让刘总上来给大家说两句，来。嗨，我在这个练习室练了四年的我，那么作为一个前辈，我也就那么几句小意见给大家。首先呢，千万不要在西南角练舞，那个角落啊肯定会崴脚，因为那个地板是松的，这么多年了就不知道有没有修了。哎，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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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如果想要拍一些练习视频啊，从那个角落拍，因为这里的灯光是最好的最匀的。如果半夜饿的话点外卖，千万不要从正门，不然老刘肯定会抓的。那嗨，我爱吃。暖暖，你这个说的也太实在了吧。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怀着一个梦想过来的，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在 C 位的，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，能够真正登顶的也就一两个，你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会像曾经的我一样梦想破灭。暖暖，那个是OK， 听起来很残酷吧，但是这就是现实。在我梦想破灭的那一刻，我都觉得天怒塌了，人生完蛋了，青春浪费了。其实我梦想破灭的那一刻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，这句话我念了四年，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它真正的意思。初心不是说你最初的梦想，而是你最初的自己。不忘初心是不忘记你当初出发的那份热情，不管你遇到了什么，遭遇了什么，就是用尽全力的去活，去试，去撞。那么到最后有没有得到那份始终不重要，只要你们始终热爱，始终不放弃，你们就能拥有一片新的天空，新的人生。刘总说的好不好啊？好。终于可以跟18岁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了。我可以对他说，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，你都没有做错，因为你没有放弃过自己，一直在为梦想努力，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请问这里是新秀公司吗？是。祝你好运。谢谢你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可以啊。紧逼盯人不太像你风格。那你好好习惯一下吧，我打算以后都这样了。要去哪儿？超市。走。啊，中了。看你的眼神，藏满了我全部的注意，闭上也关不住的情绪。甜蜜的微笑在心中泛起的涟漪，怎样也抚不平的欢喜。好长时间没看到了，不要这个，阿姨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哎呦，你以前不是说是你们家房东吗？哎，那是以前嘛，现在被我搞定了。我早说怎么来的，你还不好意思承认，现在呀不是老老实实跟来了吗？今天买菜还 AA 制吗？让他给。就哄我们这些啊上了年纪的人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第一眼看你们就觉得是一对儿。哎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啊，结婚啊？哎，还早还早，早什么早呀？早结婚，早生娃。哎，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哎，女孩好，女孩啊像妈妈漂亮。男孩也好，男孩长大了呀会照顾妈妈。那二维码在这里。这个送你的香菜，送你的拿着，谢谢阿姨，谢谢，好，再见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，好看。哪个颜色好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哦，我媳妇儿，你又加。媳妇儿，你这是有了？哎，媳妇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跟医生确诊了吗？哎，不是，媳妇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我把咱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，我现在终于用得上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是男孩呢，就叫那谷子立；女孩就叫谷子穗，谷子峰也挺好听的啊。谁跟你说我怀孕？那你这是？我这是看小朋友东西好玩，我进来看看。不是，韩雪，你又咋呼？不带这么玩的。我年纪轻轻，我差点都被你搞出心脏病了。哎，我呢，就是看你游戏玩得太认真了，让你转移转移注意力。结账。不是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现在买这么多又用不上。放心，早晚用得上。我跟你说啊。你刚才取的那些名字一个都不能用，太难听了。什么难听了？我想了好久才想好的。要不咱们打个赌，谁赢了就听谁的。好，赌什么？陈哥，我到现在都还像做梦一样，你真的做到，我们真的来拍这个杂志封面了耶。你都已经说了三天了。哎呀，陈哥，我这不是为你激动吗？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封面！你现在已经是新晋流量了。那个杂志封面的消息刚一放出去，网页就订购刷爆了。更何况还有那种大篇幅的专访，您跟琳琳姐这个国民 CP 一出，简直无人能敌。哎，你说陈哥，我现在算不算也是一线经纪了？是谁要晋升一线经纪人了呀？佳怡，坐。哎呦，我这不也是托你们俩大明星的福吗？那个林姐，你先跟陈哥聊着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好。
哎，学长，这是你新写的歌吗？嗯。对了，佳怡，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在每一次最关键的时刻都可以推我一把。如果没有你当初的那些决定，可能我现在还在家里默默写歌呢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想到我们的 CP 能那么成功。要说这节目也结束一年了，结果没想到他们现在还沉浸在各种粉红泡泡的幻想里。对了，学长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暖暖了？自己身上发着光，却永远都不知道。我们这几个人啊，现在还走在这条路上的也只剩你跟我了，所以我们俩要带着韩雪还有暖暖的梦想，一直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下去，对吧，学长？努力吧。好。说什么时候来吗？不用急。怎么不急了？韩总多久没吃我做的菜了？他一会儿来啊，肯定饿得嗷嗷叫。那么麻烦，叫他们不要来算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今天做的菜全都是韩总最爱吃的呢。是的，没有我爱吃的。嗨，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呀。哎，不，你不会连你老姐的醋都吃吧？那一锅需要加醋，赶紧加醋。啊，那一锅汤是我专门给你熬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千万别加多啊，你已经够酸了。遵命。不许偷吃啊！你被我长眼睛啊！我这不是偷吃，我这是肠胃。好了，我来。尝尝味道，还不错。不错啊，再尝尝呗。哎，老大，来帮我一下。你确定这个叫惊喜？当然，女孩子都喜欢这样。这个技术含量看起来未免也太低了吧？我的歌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的歌，这叫浪漫。哎。你们两个在那干嘛？也不出来帮我们。古丽说要给你个惊喜。哎，你都说出来还算惊喜吗？什么惊喜啊？哇，好漂亮！你用笔芯的瓶子做的，我喜欢，谢谢你。你惊不惊喜？惊讶，我们居然喝了这么多笔芯酒啊！不过，如果某人呢也为我做这种惊喜，我也会抱他。你要抱谁？就看那个人是谁，
或者我有没有这种命运？我错了。呀，学长玲玲来了，来吧来吧来，坐坐坐，随便坐随便坐。要小心。哎，我们进去拿锅。辣不辣？好吃。那我们就说好了 ，APP 的代言费我不收，但是未来的利润要五五分。行，资料成交。等等，我们来干一杯。拜托，姐现在好歹也是一线女星。来，合作愉快。来，合作愉快。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合作一下呀？哎，学长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一个男生版的。哎，先不说合作。你介意我八卦一下吗？不介意啊，你想问什么，问吧。我们想知道，你和玲玲现在是在一起了吗？哎，媒体上天天都是你们俩捕风捉影的消息。我说，你看他们俩这样子，肯定有事儿。其实是这样的啦，你越没什么，粉丝他们就越觉得你会有什么。对公司来说呢，粉丝觉得有什么，他们就给什么。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什么？我倒是不介意。你呢？我的话，顺其自然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输了。你输什么呀？未来给宝宝的起名权。我俩打赌啊，就他们这个绯闻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就听他的。他一直嫌弃我给宝宝起的名字不好听，可我都是精心准备的，好吗？你们说的好像你们已经有了似的。哎，想想都不行了，我们都一直靠着这些美好的想象活着，是吧？话说，我们工作室老大天天混在你们工作室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你有意见？我们都快忙脱皮了，我代表大家呼唤你。快回来吧！这事儿不听我的，得看他。要不咱们干脆不干了？谁说需要你来养我？我也可以啊，你寒彻待在家洗衣服呀、做饭呀，然后以后带孩子出去上学呀，不也挺好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现在城市里都能看得到星星，我太喜欢了。今晚的星星。真好看，可惜这个季节看不到银河。下次我带你去敦煌看。嗯，哎，对啊，我有一张图片啊，是我在清水火锅来着，然后我忘了，不是是你帮我拍的吧？就是11月20号下午5:30，你按这个时间去找。嗯，也是啊，还是你。你记得？我的记忆好像恢复了。是，什么？不是，你打电话问医生了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我没有心理准备。我现在打电话给古力，你肯定是在骗我的。你不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什么不重要啊？你对我来说，你每一件事情都是最重要的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打开它。暖暖，这是属于你的，属于你的飞天。属于你一个人的敦煌，属于你一个人的世界。我想郑重地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了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一直问，问无数次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在你笑的时候，在你哭的时候，当我面对生死的时候，
当我睁开眼睛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都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看见你。每个日日夜夜，时时刻刻，我都想要看见你，守着你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，爱得笨拙，爱得执着，不解风情，还特别忙。但是我愿意用我的一颗心，一生时光，还有全部的爱，去陪伴你。我想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疼惜你一辈子。干嘛？我想再多听一遍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想再听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想再听。今天已经是第十次了。你的眼神藏满了我全部的注意，闭上眼关不住。我能不能再听一遍吗？刘暖暖，你够了！我刚想忍住，你就出来了，那你就再说一遍吧。啊！我错了，你带我去哪儿了？登记。哦，好。
不亲就不亲。拥着你的时候，好像温度就握在手心里，因为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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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爱情，不会啦啦啦啦啦下最后的唯一，想要啦啦啦啦啦亲手看到风景，抱着你的时候，原来幸福就握在手心。希望原因都是我难言的理由，甘愿退后，可想念不由我。怪命运来捉弄，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。察觉了你偷偷冷漠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再。想不相信别再